再来一次。全没打。再来一次。第三还是第四次的大招，真的很能打，没关系，变近了，变得很开心。再来。第 N 次大招，蛮牛之脚，又一次大招，真是来练技能。第一个宝箱没拿到，没关系。这里吗？看起来好像有。还好，我觉得走完之后再回去拿，还是要现在。现在好像也行。看不出来啊，地图看感觉可疑啦。这个左边，哎，也没有啊。还真可以过来。宝箱吗？重跑了，好扯，还真的要飞过来，他要直接飞去那里，然后往上爬，
我爬到这里就不对了。哦，白白的暗示你可以爬。确实隐秘。强化药水。感谢提示。原本有觉得地图可以，但跟我想的地方不同。但还是拿到了。我可以把这戳戳练满就可以换掉了。暴气还至少可以打饭，前后左右都可以打，这戳戳就没有了。你有喜欢戳戳？群雷打，再一个，你吸血真的很有用，慢慢累积的也不可小看。为什么那个这样也可以空哦？傻眼！哦，他这个可以远距离。总可以打到吧？何かあるぞ。我这里有暗藏什么玄机？然后各种怀疑了。那第一个宝箱很过分，那球球他竟然没打到我。这个宝箱，
啊，地图会显示。HP 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其实蒙牛的 HP 超高哎、欸，那我觉得道具几乎就全都给亚特鲁了。我们只差一只没玩吧？目前亚特鲁跟蒙牛都好好玩啊。亚特鲁的招式真的是太强了，毕竟主角，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是都有在玩他。下去。菊花在上面，先走这个可疑之路。不给读书，进到监狱里喽。色百分百，陷阱区。哎、欸，我们蒙牛还打不赢他啊！啊，我知道，这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应该也不用多探索，反正又回来了。每次都跟监狱有关。老鼠。よく見ろ。上に登っていけそうだぜ。何かを発見しました。变成这样，怎么就是之前想来的、啊？然后现在就轻松获得啊，舒服。看不出来我们这是什么地图。算了，反正应该是拿满了。我觉得拿满就好。